一个涂山雪一己之力拉动了一个区 C96 的消耗量。老王帮水友练腰竟然买错宝宝，直接用超66洗出来一个满技能涂山雪送给老板，这是要挑战王一的几率啊。多摆了一个数字，正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我们把7222万的这个胚子买到手，然后举报他，他被抓进虎穴空虚，游戏币送给我，然后胚子白捡的。兄弟们，这个套路深不深？学到了吗？直接举报没有效，你没买。以前行，以前可以。我以前买过708万的云铁，就是这样，给他抓进苦行空虚，708万退给我，然后白捡个云铁啊。后来好像就是道具啊，就是归还嘛啊。现在应该不行了。所以说你就摆吗？一个8技能全红的出其不意的童子的话，就是已经出其不意加须弥的，没有镜台的，大概是成品价格是6万。厉害，乃至没有出其不意。哦、这胚子多少钱买的？琪琪给我查一下。450万买的，那赔450万，这只宝宝就可以放生了，对不对？老板存起来了，还是用柳柳洗一洗。这个举报不了啊，人家3技能胚子卖400多万也不贵，就是没有出其不意啊，人家卖的是资质啊。你们的记性还挺好的，是450万买的啊。摊位呢叫皇帝轩辕，来赔老板450万，送老板一个就完了呗，就是不用赔老板钱，给老板一个成品，花多少钱做我的也行，对吧？ That's good idea. 万一洗个四呢？万一的洗个四呢？出其不意一技能的不要啊。金柳了呢，我就只给金柳柳钱就行了，这只胚子我到时候直接赔了个胚子，记柳柳就行了啊，帮我记着，刚才是6个，这是8个了。今天给你们直播洗出来，不是3就是4，带出席的。上次给乐哥洗啥了？我赔了1000多块钱，后来乐哥合出了个护盾，然后找别人打出一本掉了，啥造型我忘了，我记得我洗啥东西洗了1000多块钱，2技能的也洗，无所谓的。哎我操，哦，洗的天女。领悟啊，不领悟，领悟没有4技能，就直接洗自己的钱，就得这么花。领悟他领悟不到4，我就要洗。让我领悟的都是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就是看不起熊总，熊总是富二代，看不起熊总就是看不起富二代啊，看不起富二代就是仇富，仇富是不对的。今天就给你们洗出一个3。涂山雪一己之力拉动了一个区 C99 的消耗量，经济指数牛逼啊！琪琪多少个六六了？63。天哪！难道3技能的几率100个还洗不出来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流出哈喇子来。可能长时间张的嘴不粗啊，无话可说。哎我去，93个 C66 了，兄弟们。我操！
接四级等，没有中间环节啊。那总共洗了的话是103个啊，103个的话，然后的话有几个没有用，没有用的送给老板，103乘以一个30，3090万，开箱子还得100万，3190万啊，赔老板3190，看一下他们去游戏币比例。用3000啊除以233啊，比例的话是1287，除以1287，大概要赔老板47块钱，赔老板250。